我想要在现场看到我们两个唇枪舌战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没事。司仪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你为什么先念他的名字，再念我的名字？不好意思，导播，为什么先亮他的画面，再亮我的画面？哎，是你先放话说我们两个人不合，你不要跟我同台的耶。哦，所以说只要我先上台，你就不会上台，对不对？我先站上台啦！欢迎莅临第26届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，我是您今晚唯一的主持人，拜拜。Baby， 你以为抢焦点的事情我不会做吗？地质摔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摔得好痛啊！大家好，我才是你们今晚唯一的主持人大贺。你更卑鄙，这招我去年就用过了，好不好？但我今年还没用过。哎，重点是躺着主持真的是蛮舒服。起来啦，你躺在那里很难看。你也知道难看，你躺了2年。起来啦！因为现场有很多观众在网络上已经放话了，哎嘿，说想要在现场看到我们两个唇枪舌战。唇枪舌战？没错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没事。不是，刚刚彩排没有这一段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一个疯女人。小杂不？怕了吧？好，我跟你讲，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至少学姐你的嘴唇还蛮舒服的。有舒服到就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我的嘴唇吧。